我首先要非常感谢时尚 Cosmo 美丽盛典颁发给我这个奖，因为在之前这已经是我第二次站到这个舞台上，拿到大家对我的肯定。然后如果是不成为演员的话，我可能会去做西点师或者甜点师，因为我觉得能给别人带来幸福的工作也是我的幸福。谢谢。